各位好，我是鬼宠元帅，今天回来时尚新马里卡莎领军者 mode。为什么我的装备会变这个样子呢？还记得我们，这标题，我们昨天出的那一集呢？我不是有说我的订阅如果到达八的话，我就不用武器拍一整集嘛？不过我就想了，如果在方月的许可下，我不用武器可以拿石头跟棒子的话，我干脆把它改成不用铁器。所以我这集就没有用什么铁啊，这些都没用铁做。虽然这皮就短一只，有亮亮的，但不小应该算啊。好，那现在做什么呢？不然今天就挑战一个人去剿匪好了，讲比较刺激啊。我就把我所有的。好，罗多克，弩手塞进去。我这没什么步兵不行，决定一下哦。等我塞完再回来。好，塞完了。我现在就只有带12个弩贩手里跟这些英雄们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去剿匪呗。这人数超少的。死神海寇可以打我了，我的头盖骨可以当外用了。好了，那你们就……我这次真的没有带什么打架的武器哦，就石头、锤子、木棒而已哦。这样绝对会被打死的。靠，这雨好大哦！算了，我自己调我麦克风音量就好。好，就小心点啊！好，你跑过来吗？没，被整了。他们都守在后面啊！走。好，我丢石头。机关枪。我开始后悔了。我一丢就丢死人了，哇！丢死2个人啊！怎么想起来我都忘记，好像要丢旁边才丢得到他丢石头其实是因为偏的，好，丢旁边，差点就打死一个。来吧，我掉自己人，算了，弩贩们我们可以冲啊！好，换武器，锤子，然后结论我不太会用锤子。好，我用步站着看看。真不知道这毒贩到底是怎么用锤子啊？总觉得毒贩都只能用锤子，好可怜啊！啊，锤子还不错用啊，找回盼着的预言的快感了。不是的，我判德玉好像存档有问题耶，大家要不要继续实况啊？每一次只要一攻打下那个什么宝的，我都会当掉。
那既然是啊，就暂时不实况啊，反正我两个系列啊，而且出的频率也不那么频繁了啊。先讲一下，我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啊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因为要开学了，所以我开学真的很忙，没时间实况的。只有周休二日，不对，只有礼拜五跟礼拜周休二日啊。其实我妈也不准我是在非假日或礼拜五的时候实况啊。所以说我就一个礼，我以后开学之后，我一个礼拜会最少努力要出两集啊，至少一个礼拜会出两集片啊。如果再不行的话就，我真的太忙了，就只出一集呗。好，反正我也不想买书了，快开学了，买什么书啊？我要焚书坑儒。哎，你这卖书的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快开学，所以你本来不想看到书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是火，所以我要焚书坑儒，我把你的书丢进去，然后找个洞把你埋起来，不然我就学文革把你当黑五类一样，你这黑五类，你要毁学生，违反我，你敢背叛我们社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，毛主席万岁！我要代替毛主席来惩罚你啊！我要代替，红卫兵到底怎么讲话？我要代替毛主席来惩罚你啊！这么久才看到《赎金经济》的哦，好找你啊！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旅行者，好，这条要干嘛？再打一轮竞技场啊！啊，再打一轮竞技场。反正这里都不能用铁器了，那我就。哎，我跟你穿的一样哎，竞技场老板，我要站，好，我要参加。我们该按水机的哦。啊，看我可以打几个，跑快点啊！是不是坏掉啊？拜托，快点！他有反应吗？我先让他等一下。哦，他刚刚才真的弹出去了啊！所以现在重开哦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再看看会不会，不然我这次换个地方打架好了。好，斯诺的经济强应该可以打了。不是武器，按随机好了。好，弓箭。我先打一个，我好屌！来吧，为什么那个弓箭落地会有像打到水面一样啊？都不打我的哦。来吧，算你吃剑。好吃吗？这是我特制的哦，它有加蜂蜜芥末酱的哦，沾过蜂蜜芥末酱的好吃吗？哎，等等，这剑的头是铁，哦，我不是说这里不用铁了吗？你想要拿武器？我要换武器，换武器，换武器！好，重型猎袭剑，来吧！
来，看你们。好。拜拜，童子拜观音，叫童子拜观音。好，我们现在都没穿上衣哦，我们都是裸体的政客，看不出来谁是哪个党的。为什么不要杀种族？好，裸体政客。现在政客的裸体会有人想看吗？来啊！为什么你们都拿一根木棒就冲了啊？我好歹还拿剑呢。他们生怪地点，哦，他们生怪地点还蛮多的啊。好，打换一个。来吧，我下午七百就多哎。好，我哪盾？来吧，我再拿起练习剑就变超强哦。好，打昏好多个，只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打昏的一笑，好没感觉。好，又打死一个了，这是我不用铁器的一集啊。啊！哎，但是赵龙被打死也太可怜了啊。好，打昏这么多，再好，又打昏一个，好，打得好狂啊！再来啊！居然打我的猎物！好，我可以用徒手，有本事就跟我徒手啊！还算了，我比较徒手好了。这人太多，还是六个哎、欸。好吧，反正你家人都是我打昏的嘛，怕什么？振兴国家民族圣乡，哈！好了，就打一场啊！哎，怎么又卡住啊？哎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！他会动吧？等他会动了再回来哦。好的，今天得到一个结论，竞技场太容易坏掉了。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嗯，我们去发展一下外交好了。中华民国外交部，再说中华民国卡拉迪亚分部的外交部，我们要吸引几个大臣过来。拉库姆是拉库姆哎，哇，让你成为我们，让你成为我们，你是我的拉库姆。我们私下谈谈，哈基姆斯那怎么样？哦，那长寿，我还蛮希望他短命的哎。夭折，还有这个。那什么名字？希瓦，希瓦，希瓦，
他想跟我决斗，怎么办？有暗吗？是叫他？哦，不要每个都长寿啊！凶神，什么警报？为什么他会有警报呢？啊，匹配错误，讨厌。现在就不适合用这种调试模式哦。不要每个都练他长寿啦，那我要去跟谁发展断交啊？韦伯特真的太多了啊。算了，沙菲太强了，不要打。但我可以，我却可以带我一大堆人来虐待你们。阿查腾，他是好战的，所以我就耶，我们成功外交。好，可以关掉了。我没有得到国土啊！好，没有，就意味着我要送你一个村庄了。好，回去咱们的苏诺总部。好，要送哪个给他呢？好，比格伦，反正他被抢了。我要学那个潘德勒预言的马略皇帝一样送他一个被洗劫的村庄。我要。格伦，应该是什么伦呐、啊？是，然后不是那个，是不是选个史坦克？两个无锋帝啊，哈，都送。啊！爱情没事，这我们就跟。我们现在最要好的国家大概是罗多克吧。哦，太过了不行，不然维吉亚，好不派布尔查去塞加克汗哦，塞加克汗也不行，还有跟谁友好呢？亚猪头，好，最爱玛丽的，啊，我们大天际有挂国旗，还是我装过最爽的莫德啊，好，这集就是拍的久一点啊，哦，被抢了，而且我的武器还是这些。你们为什么要做抢匪？我们国家里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啊！虽然我只会把你们给打昏一样，好，没有被打昏了，算没事。但他会说我像在收割麦子，好，所以我叫你们小麦。好，谁打混子叫小麦，然后你的话，我要叫你麦当劳。还有人吗？好，不然的话，刚才另外两个，一个叫丹麦，另外一个叫全麦好了。宙斯得出我的胜仗，耶！好，我们来，哦，这边很贫穷哎。你手中吗？也没被土匪抢。好，信任你们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最后一个任务啊。做完就结束这集哦。
不过就要先讲一下，明天开学啊，所以我的出现速度会减慢啊。所以就一个礼拜至少要出一集还是两集啊？就一两集，证明我还活着，还没被共产党抓走。就出个两集，证明我没被共产党抓走，就这样。虽然我现在这么，说还没有很红啊，不红共产党不知道我，红了共产党也不敢抓我，这就是最爽的部分啊。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被他们抓到的，呵呵。好，最后一次练习，就该抽一次了吧。哎、欸，阿伯，恁个水宝叫你，叫你回家斗三工哦。哦，恁个伫遮困啊？好，这次没带什么真正的武器啊、哦，仁义之师，仁义之师，好，我们仁义之师是丢石猴的仁义之师，像个屁孩没两样，我们是屁孩之师。我就是头把别人骂打昏嘞、欸！我丢石头也要丢出一片天来，丢到可以参加奥运，像在直铅球一样。我要参加奥运哎！我直铅球，这直铅球是可以参加奥运的等级哦。现在蛮好了，来吧，早上就带坦克来碾死你们的啦！突然好想带坦克过来碾你们了。我记得坦克一台是二十几万哎、欸。这价钱还蛮写实的。好，作弊回合先，继续打棒球、哦。好，打换一个，打换。我是仁义之师哦，我不能，虽然我只不能用铁器。好，打换好多。好，你嘛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乱跑。唉，这匹马装变了新的女朋友，让再也回不来了。讨厌奶奶。哎、欸，我看我去上跑上有铁，惨了啦。好，这个是虐待不回去。耶，赢了！好，赢了，我赢了。好，这村长更爱我啊！
真兵游击射手来算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实况就是到这边结束了，快开学啊，叫多朗维亚。好，各位再见。